老子啊，那个抛问，就这可哈、哦、解读与解读啊，解读甲解读，就是咧我这个参与台湾民政府的过程哦，读这个国际法律了，发觉讲哦，原来看新闻的角度若改变哦，你得咱较多的了解。较深入了解，讲原来咱国际社会彼此之间所发生的代志，免哪去看待。啊，无过去咱所受的教育吼，拢是一寡扭曲的价值观啊。啊，互咱感觉讲，个像咱也无需要去关心国际社的新闻啊。除非讲你若要做生意，你需要有迄种跨国的一些企业，也是讲一寡经济面的新闻，你可以去了解啊。无一般，咱拢袂去了解是安怎乌克兰甲克里米亚的关系是啥物货啊？克里米亚要独立公投是安怎？欧洲反对等等，咱拢袂去看这种物件啊。所以今仔日网站大家会当借着这节课去了解法律是啥物货啊？法律吼，因为有当时啊，你对昨一直听听到，可能到今仔阴暗到明仔载，你会听介只讲师咧讲。啊，有人讲啊，大家讲师拢讲拢差不多。可是法律有一寡核心的部分吼，听起来拢差不多啦。但是每一个讲师拢会用无同款的观点去诠释吼，去诠释这个物件。所以网站因为唔是讲同一节课，大家听起来吸收的程度拢同款啦。所以我们这节课会帮助大家改变一些观点，我相信来台湾民政府上课会打破一些我们过去的这个价值观，打破一些我们过去的这种成见的地方。来，我们先来解思想的道，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头壳内底的东西，我们七十年来被污染，但是当时做不对，还是说我们不知道不对，唔知啊，唔对伫倒位啊，最较严重啊！哦，你若知影讲有一个对的，甲一个唔对的，啊，你选择啊，调地选唔对的，啊，就不应该嘛！啊，咱选咱都唔知影讲有对甲唔对的，所以咱安怎选都唔对啊！因为咱根本唔知影啥物叫做对，无迄个界线，讲无迄个标准啊！哦，来，祖国第一国，咱的祖国第一国。日本，哦，刚刚有无同款意见无？祖国，你的祖国对一个？讲了祖国吼，这个问题就真趣味啊！我小学的时阵吼，有当时啊咧写一挂个人资料嘛吼，爱时阵爱写祖籍啊，啊恁的祖籍是啥？拢写啥？较早咱熟记的写福建啊，古早的写福建嘛、啊。哦，小学的时阵你袂写台湾嘛，你写福建啊，袂写广州嘛。小时候啦，国小的时候，咱受到那个国民党的教育嘛。啊，我写那写福建，我是问隔壁的同学，我、啊、你写啥？福建，啊你写写福建，啊、我讲台语啊，我讲闽南话啊，闽就是福建呢、啊。哦，福建的简称闽。啊、福建的南部叫做闽南、啊啊、所以我讲台语哦，我就写福建哦，所以我的祖籍是抄别人来的。有同学写广啊，广东啊，广州啊，广东啊呢。我啊，你为什么写广东？因为我讲客家话、客家话。哦，啊、所以你写广哦，就是安尼。但是咱都无去了解讲是安怎会安尼。哎、啊，就是咱伫七十年来，咱去用改变咱的历史。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规划做讲客话，就是属于广东来的，啊，讲这个福建话，也是讲闽南话，就属于福建来的。啊，这七十年来有足侪的政策的改变，把我们的历史哈、哦、接到中国去了，把我们的历史接到中国去哦。那人讲登山。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即句话啊，连即句话就是拢即七十年来才发生的哦。即句话七十年来发生的哦。咱来想吼、哦，
大清帝国是哪一国人？哪一族人啊？哪一族？满洲嘛，伊是满族人嘛。咱知影有一种衫号叫旗袍，对不对？迄敢是中国的衫？唔是哦，迄是满洲满清因的衫裤。但是咱足济物件，咱拢念做伙啊，拢夹做伙咧想。所以大清帝并无讲伊是汉人哦。啊，咱来想吼，美国有 China Town 对不对 ？China Town 中文翻作啥？叫做啥？一个唐人街啦。啊，谁那有唐人？谁那美国会有唐人？伊太无汉人街，啊是清大清帝国嘛？清人街啊是讲满人街，谁那有唐人街？第清朝末期的时阵吼，清朝末期的时阵，应该去讲较头前的啦。美国解放黑奴的时候，在美国的市场要做奴隶的人煞无啊，伊喺英国落去吧，啊，就因亚洲的，啊，所以唐山无过台湾啦，唐山是过美国，唐山是过其他的欧美的国家，所以较。因做伙组织伫一个社区，对欧洲的人、对美国的人来讲，叫做 China。啊 ，China Town 迄个是迄个社区啦 ，China Town 就是迄、那个迄阵人的社区啦。啊，即、這个移民工哦，他补迄个黑奴的那个缺口啊，他补迄个缺口啊。但是这段历史咱无了解啊。啊，因移民过去，开始建立因的迄个社区建立因的 China Town， 啊，这咱这段历史咱未教，啊，伊教中华民国教国民党教这 China Town 这個移民工吼，改倒来咱的历史顶下讲，哦，咱过去大清拢移民来遮呀，啊，咱的祖先拢一家移民来，啊，你啊 DNA 个检落吼，就造出来啊，吼 DNA 个检落造出来啊，这种大清海禁。海禁哦，海禁就是讲伊诶人袂当出来哦。大清有海禁啊，海禁唐人为什么会来台湾？邓山公是安怎来台湾？做者历史资料啦吼，咱来看哈。祖国对一国，那讲到祖国吼，就会讲到独立啦。过去咱感觉想要台湾独立，有即款思想无？有无？举手者。唔免惊，我过去嘛是安尼啊。哎，较早啦，啊，即摆还阁有即个思想有无？敢有？有吼，好，啊，不要紧啦，咱因为咱伫课堂上咧讨论吼，咱来去好好啊思考，啥物叫独立啦？咱想要独立对不对？其实独立的头前吼，咱有一个愿景啦，是毋是即摆无好？对不对？即摆社会无好嘛？现在社会风气，现在社会地俗，现在社会，现在的教育，现在的环境，咱拢想要改变，但是改先无力，嘛唔知道要为对落手要改变。独立是为着一个更较好的未来，的国家状态嘛，是不是？啊无，那唔是安尼，咱是安那要独立，啊，统一敢会使？敢好？台湾独立啊，有要统一的无？敢有？举手看嘛，敢有？那我要统一呢？那你头壳内底吼，都被二分法而已啊啦，吼、哦、二分法，唔是独立，独立就是统一，但是独立，那就是讲是台湾独立。敢有想到别款独立？咱唔爱想过这种物件。啊，统一，咱也是拢甲中国统一，对不对？啊，统一呐，甲美国统一，敢好？敢好？唔好？敢有感觉甲美国统一袂歹，有无？那无好吼，想到一群人要去摕绿卡，要去做美国人，啊，无咱甲英国统一啦，啊，无过去有荷兰，有无？啊，是讲葡萄牙、西班牙。拢会使啊！统一啥一定爱选迄边诶，一定爱选中国。统一甲袂当选别种，
但是要讲统一甲独立的时阵吼，咱来思考什么叫独立啦？这是一个思想的陷阱伫内底哦，哦，思想的陷阱哦。台湾的什么人想要独立？咱来先想嘛，独立是一个运动，独立是一个状态，独立是一个目标，未来的倾向。啊，是什么人想要独立？什么人？啊，什么人想要独立？台湾的什么人嘛？咱即摆咧讲台独嘛，吼、哦。台湾的什么人想要独立？民进党，但是民进党可能已经放弃独立吧？哦，建国党，建国党已经收起啊，系啊，建国党已经收起啊。我这个论述，我们推导下去哈，我们就会发觉，台湾独立其实是没有路线的。是没有国际法理的路线啊、哦、没有国际法理的路线。但是台湾民政府你跟我们说的国际法律是邀请台湾人唤醒台湾人可以做会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有路线可以进行的。台湾民政府的法律不是纸上谈兵，是现在在运作啊。今天这个你论述若毋是咧运作吼，咱无可能告美国，咱嘛无可能美国接受咱的案件，无可能。就是即个论述直接确实真实咧运作咧实行，所以台湾民政府才会当一直安尼行落去。咱来想吼，台湾人啥物人想要独立？来，过去即阵人为中国来，伊互人迫害，伊无想要互中国统一。留在台湾的是哪人啊？这群人想要独立啦，这群人想要独立啦。这种身份的人，就是咱过去咧讲的外省人。但是咱今麦唔通讲外省人啊，改读吼，就是咧改这个言语上、观念上，没有外省人啦。因为当咱咧讲外省人的时阵，会产生一个效果啦。我讲外省对不对？哦，歹势，我讲用两位做例啦，吼、哦。你广东，你山东，我台东，唔是啊，我台湾，哈、哦，我台湾。啊，你几省？我几省？你几省？我几省？我本省，你外省，我本省，你外省。啊，你几省？我几省？咱顶头有啥物话？咱顶头是一个国家哦，啊，那个国家叫啥物名？中国啦，无论伊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伊叫中华民国，拢叫做中国啦。因为当咱咧讲外省的时阵，先提就是咱是共一国的啦。啊，因为你为百姓来讲，我即省，所以你叫外省啊。啊，你也知哦，因即阵咱讲的外省，对因彼此来讲，广东甲山东因嘛是外省的，但是伫台湾煞分做。台湾一省，啊，因全部叫做外省呢。这种所谓的二分法，啊，因若逐省拢甲拆散，因就毋是叫外省的啊。哦，所以一寡观念慢慢仔在拍破哦。这阵人，伊无想要互中国统一的，都走过来，过来。感觉咱方是民。四百年想要当家做主的，咱两方教育嘛，我四百年来啊，安怎台湾咯，什么荷兰啊，什么郑成功啊，等等啊，啊，咱方市民啊，阿贵，咱即马，和支那市民，中国流亡政府市民七十档，咱想要独立，诶，本土台湾人，但是，咱即阵人。观念无清楚啊！咱是对这群人咧发独立啦。啊，其实足侪这群人吼，拢主张独立无。啊，是安那咱对这群人咧发独立，我等下讲，听哈。来，错乱的台湾人吼，因为共同吼
共同万分共山东共会啊，哦啊，但是呢，咱刷去支持，也是讲去徛伫即个迫害咱家己的流氓政权。今仔日民进党、台联党都是拢执行的，已经徛入即个体制内，啊支持即个流氓体制继续伫遮运作。实际上，对咱本土白人并无帮助哦，并无帮助哦。独立是啥物货？独立的前提就是，你是属地殖民地，你有一个宗主国，就是讲你的领土的状态，你是殖民地啦，你有一个宗主国，这种是前提啊，独立的前提必定是这样子啦。全世界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子。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的宗主国是哪一国？大英帝国啊，哦，大英帝国啊，大英帝国因为核心哈、哦、有四个国家，四个 nation 的、就是那个威尔斯、北爱尔兰、啊苏格兰跟英格兰，一个 British 的、就是。这个大不列颠啊，这个迄个时阵，美国是伊的殖民地。来，搁另外一种，另外一种的独立就是独立，就是伊是有一个美国，伊是这个美国一部分的领土，这种状态啊，这部分的领土的人民想要对美国独立出来，这种叫做独立 （independent）。咱用人做咧。我读册的时阵，伫外口租厝，家己生活，家己食饭，我敢有独立？敢有？无啦，我倒独立。我的钱阁老爸老母给我的啊。我读册的时阵哦，还阁经济来源还阁是厝人啊，是毋是？但是我毕业啊、哦，我食头路，我家己趁钱，先卖讲吼。有把钱拿回去家裡沒了，家己用可能就沒夠了，我家己在外面租家，家己吃家己用，我有獨立嗎？敢有？我就獨立了，我經濟已經沒需要家裡的資源了，這種狀態都是這樣。你要獨立就是切斷跟美國的經濟關係，要獨立這叫做獨立了、哦、這叫做獨立了。我們來看有例子，国际拢有雷同，会当从咱吹啊！独立是假议题咧骗台湾人的啦。来，咱来看哈、喔，魁北克是毋是要独立？有无？魁北克是加拿大的领土的一部分嘛？对不对？符合这个前提条件嘛？魁北克就是这地啦，伊想要独立嘛？啊，因为天然资源有够，啊想要独立。啊，我呐人独立是为阮岛独立出来啊。啊，同款啊！这个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部分的领土，伊要为加拿大独立出来啊。宗主国殖民地，这红色的部分过去拢是大英帝国的部分哦。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吼，足侪国家拢独立哦。澳洲、纽西兰拢独立吧？哦，南非啦，这是加拿大啦，印度啊。但是独立了后吼，应该回归合并成大英国血，这个澳洲的国家哈，英国这个国家比较特别，因个组成一个类似团队啦，一个团队啦，就是像兄弟啊那样啊，所以以后啦战争吼，可以彼此支援，他同一个大英国血的体制里面了。来，苏格兰战争是完了，公道要独立，对不对？苏格兰我才多讲的嘛。他要从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出来，这四个国家要从大不列颠独立出来，伊的宗主国的是大不列颠王国。乌克兰、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领土，伊公投要从那边独立出来。加泰隆尼亚是西班牙一部分的领土，他想要从西班牙独立出来。台湾回去，宗主国伫倒位？讲到台湾就火气啊！一堆要独立的人啊，你敢问我你祖国什么人？
咱唔爱想过这個问题嘛？咱要讲咩独立啊？但咱祖国在倒位啊？你要独立伫倒位？啊，为对独立出来？但是做者大多人无想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问做者朋友啦，因为我过去嘛大多，我知影讲这一路的思维是怎么样子啊？这个要独立，唔知影要为对独立？哎、啊，讲独立就是咱本来是孤的啊，咱用欺负啊，咱徛开啊，那样就独立啊。讲安尼样就独立啦。啊，讲要公道。克里米亚的公道，澳洲讲无合法啦。过去阿边啊办公道有无？啊，是不是？咱讲迄个国民党一直咧阻挡。啊，咱袂当搭办公道是有原因的哦，唔是讲咱袂使公道。公道迄个时阵，美国嘛咧制止啦，吼、哦，伊嘛咧抵制。但是呢，咱若想讲，啊，美国的民主国家，啊，是安怎伊反对咱公道？美国民主国家是安怎伊反对咱独立？啊，美国伊家己对咱独立是安怎伊无爱咱独立？咱无去想到这个问题后壁的原因。但是呢，咱就一直冲，我要公道，我要独立，哦，我要建国，我要正名，我要立联合国。我们都是在所谓的政治炼狱里底。你打转了，找不到出路啊！要独立，就是伫台湾的中国人，伊想要对中国的这个体制独立出来。中国流氓政府、国民党因这群人来台湾，因想要独立，伊想要在台湾独立，这叫做华独啦，中华民国独立啊！独立于中国之外，但是他又想要用中华民国的名称呢，所以造成了两个中国了。但是这两个中国呢，在联合国已经被否决掉了。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中国政策了。啊，中华民国想要独立，要有两个中国，但是国际社会不承认两个中国，只承认一个中国。啊、一个中国的合法代表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啊！啊，所以在这里差不停啊！啊，台湾人的独立是想要脱离中国一直安尼骚扰迄种艰苦啊，咱就想要甲咱统一迄种诶独立的思想啊。但是咱的甲伊无关系，伊只是咧想要统战台湾安尼啦。啊，咱伊想要统战台湾，借由哪一个黑手？就是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呐、啊！啊！但是咱个 GBG 的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内底呢，煞逃袂开啊，逃袂开啊！因为咱甲中华民国今年三吼，就是讲这个宪法，穿伫家己身躯顶啊，啊，咱煞变作中华民国人啊！咱是伫处世界大战战败了，被占领的大日本帝国的人民啊，被占领的一边啊，但是呢？战败了后，中华民国的流氓政权来的时阵，咱煞换立场讲啊，我加入你的政体，你食吧，我可以当啉汤，变作安尼啊。咱的立场煞变换啊，所以伫国际社会来讲，根本无所谓的被占领的人民啊。伫法理的，然后法律上的定义上，台湾这块土地。全部的人都变成中华民国人了，所以没有被占领方啊。而且到咱讲七十年后，咱发现这个战争法，咱佮透过美国伊家己的司法的迄个机制，用人权的角度去改革，佮把这个东西再重新启动的。所以台湾的中国人有想要统一的有无？一丁啊，即马。顶头这顶拢是啊，啊，有嘛有想要独立的啦？咱来看中国对台湾的定义吼，就是流亡在台北的中国人，而且中国伊的概念内底，吼，咱即摆讲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伊的概念内底，台湾就是讲吼，流亡在台北的中国人，而且呢，伊阁把台湾当作家己的领土。这个是中国因对台湾的定义，啊，美国的台湾的定义是啥？有一群人流亡伫台北的中国人啦、啊，伊叫做红台湾啦、
这种叫做台湾啊，就是讲美国咧讲台湾的时阵，这两个字，这两个字的时阵，就是有这个定义啦。佮另外一个定义就是讲，军事占领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台湾啦。但是这大日本帝国领土的台湾人，军事占领被占领的人民是最近较产生自觉讲，哎，我是战争失败被占领的呢，我太变中国人呀。所以开始告美国，啊，开美国帮助咱讲，啊，无你办身份证，办身份证就是咱把咱原本的身份对中华民国的这个流氓体制，给分割出来，分割出来讲，哎，我唔是，我是被你美国军事占领的人呢，我唔是中华民国人呢，是这个用意啊。过去吼，今仔日。台湾上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伫遮，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所以呢，认为讲咱接受这个设宪法啊，改国号就好啊，啊，咱就独立吧，敢会使？这叫做就地合法咯、哦。这个呐会使啦吼，这个呐伫国际社会讲会使的话啦，讲咱改国号啊，重新制宪，咱就会当独立吧吼、哦。我请问大家，啊，咱改国号，咱啊改做美国，敢会使？是不是？这条路哪会通啊？咱若改美国啊，我就变美国一州啊。啊是讲我改做英国，嘛是可以嘛？较有好就袂使。所以这种物件，国际社会无咧承认这个物件啦。哦，讲哦，你摕别人的宪法来，啊，改名物件改名改，你煞变另外一个国家，这根本就袂通啦。咱讲万国公法咧讲的是这种物件，那会使就世界大乱啊。上个紧的中国，伊家己改，我改做美国，哦，安怎共一国啊？啊，所以袂战争啊，因为美国袂怕美国啊。来，另外一种沉睡的台湾人吼，咱搁咧困。台湾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的这种诶，讲台湾吼爱建国，摆脱中华民国而独立啊，这个就会落入到所谓的假议题的前提啦，就是讲吼。台湾要建国是要摆脱中华民国，安尼表示还未摆脱之前，我们属于中华民国啊，是不是？因为要建国嘛，啊要摆脱中华民国而独立，啊未建国之前，咱属于中华民国。问题是全世界无人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所以呢，中华民国是鬼，是鬼啦。啊，我们要摆脱鬼而独立啊。所以这虚的嘛，这独立这个议题是虚的，因为无迄个路线通好，无通好行啦。咱不是要摆脱中华民国而独立啦，咱是要把中华民国驱逐出境这个体制啦，终结这个体制，恢复我们原来国际地位的法理身份啦。咱不是要独立，不是要摆脱中华民国，咱是要终结这个制度。啊，要安怎终结这个制度？唔通参加这个选举，因为这个选举对国际社会有足重要的指标意义啦。因为咱七八成的人拢咧投入这个选举，表示讲七八成的人民同意这个体制继续伫遮运作，甲咱管啊。我一个朋友伊就足爱选举的，讲啊，你咪甲我讲台湾民政府啦，咱这边吼啊，赢啊先好赢，赢较讲啊，啊先好赢嘛是中华民国啦。伊就甲全世界公布讲，今年的投票率80%多，表示80%多的人还同意这个体制继续在这边运作管制我们呢、啊。这就是这个制度严重，还是讲邪恶的地方啊？但是咱台湾人拢普遍无认为讲这无啥物唔对啊，甚至迄个30块、50块哦，迄、那个。选举补助金，那么讲，哎，那是正常的呀、啊。啊，就是因为咱拢无一个标准，咱也感觉讲，迄叫做正常啊。民主社会不应该是安尼啊。啊，这个亲像一个大教堂，你知道吧？台湾规个地区就像一个大教堂，对里长一直到总统，大家拢投入这个选举制度，选有条有补助。无条过一个坎站，嘛有补助啊，所以大家做下选举啊。来，前港的台湾人今仔日上届要紧的，就是讲吼，爱甲理性提出来了。
但是呢，即卖选举拢差不多是感性的啊，啥是感性的？这个马英九伊选举无讲股市两万点，是感性的啊，633有无？啊，选后啊，安怎样？他就那个捐薪，捐到即卖，你看到一支毛无？无啊，感情的啊！啊，选举的时阵，迄、那个选举的进程，人民是主人，有无？人民主人呢？迄袂晓讲台语的，常常拢会晓讲台语啊呢？有无？啊，若选举的时阵吼，70年来无咧学台语的，伊拢爱学一半句啊！啊，到客庄的，就讲客话，原住民，就讲原住民话。奇怪，啊，平常时拢唔捌听伊咧讲，啊，伊这种平常时无咧讲的吼，到选举的时阵讲台语吼，变新闻啊，变新闻啊，啊，就浸土地啊，平常时无咧浸土地啊，就拍落啊，哦，你看我爱我听台湾哦，骑卡拉车，啊，去找农民啊，地瓜犁啊，啊，漫步啊。拢表演这种的无？这种叫做感情演戏的，扮烂的。这种叫做感情的台湾人。啊，若选举看这，哦，你看，伊原遐爱人民啊！伊是阮什么姑啊？因后生的什么六叔啊？安怎样？啊来啊来，砍砍砍砍，有无？拢砍这种的啊！感情的台湾人啊，咱70年来变作感情的台湾人啊，选举拢这套啦。啊，选了咧，选了、哦、马总统，为什么要见你一个面？那么困难啊，我全家都投你耶。一个回宫，啊，你不是看到我了吗？我爸爸过世了。一个回宫，我爸爸也过世了。这个新闻，啊，这就是今嘛这种流氓捐款。伊对人民的态度是安尼，选举的时阵抢救哦、跪哦、拍哦，有无？抢救哦，你宝贵的专家票，你神圣的一票，啊，投落去，就出卖家己的灵魂啦，就出卖家己的灵魂啦。真感的台湾人，我们看一下那个 coffee shop 那个下面的影片哦。大家用理性看待哦，哈、哦，看了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哦。
好，我请问大家哈，这影片是真的假的？假，什么是假？虚心策划好的。好，我们再问两个第二个问题哦。这个人吼，伊做囡仔手伸起有无？啊，迄个人会浮起来，啊，伊手伸起，迄刀啊会走出去，啊，伊安尼叽一声，物件会落落来，这三件代志，真个假？假，真个假手？假个假手，假个假手，假个假手，好，真个啦，太假，迄是真实的啊！我不是叫你爱用理性看待吗？我们看一下解答。我跟我你看另外一个影片哦，你也知道我咧讲真的假的是咧讲倒位哦，哈、哦。这人扑开哦，你看。这人用超能力，我电梯扑开。这人把车动下来，用超能力把栅栏扑开。好，你给紧张，安尼了解我咧讲啥物物件吧？我要甲大家讲的是吼，咱感觉伊，我要讲的是头第一个影片，伫家边听迄个。咱咧看规个代志的时阵吼，爱全面的角度落去甲想。第二，每一个事件，咱甲独立解分开，我讲的是解构啦，吼，解解构开来，我们分开来看。第一，迄人浮起来，什么原理？后边机关吗？是不是？你去搞掉，敢会浮起来？会吧，我去嘛会铺开，搞起来嘛会铺开啊！大家人去搞起来拢会铺开啊！这规个现场拢是真的啊，全部的人拢真的啊，无人假的啊，唔是鬼哦，全部的人拢真的哦。搞起来铺开是因为后壁有机关嘛，跟这个电梯的机关是同款的啊。迄个左边的手伸出去，倒来走去是啥物原因？有机关啊，有遥控器嘛，伊其实啥物件落来嘛是后壁有机关嘛，拢设好的啊。每一个机关拢是真正的，首先是指物理作用，是一个自然界的物理现象，这拢真实的。假的部分是啥物事？是这个女孩子她那些动作，让你误以为她有某一种超能力，导致你看到的这个现象发生了。这件代志是假的啦，其他拢真的啦。同款啊，第二个影片要让大家解答，有一个对比就是啊，电梯本来就有人坐就会走嘛，啊，所以伫遐继续讲哦，伊家己电梯家扑起哩，啊，车人拄着栅栏当然嘛停落来嘛，啊，伊计无伊家己讲啊，我家己停落来。所有的现象你把它分开来看，你就可以独立判断了，哦，你用理性去判断这些事情了。所以卖做的物件拢改男男做伙啊，所以有当时啊，卖研究，也是讲即个中国国民党伊有当时啊讲真话，咱拢感情上的，咱拢感情上的反对呢，理性上过不了关呢。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对不对？对不对？对啦。但孤等一来，那个教育告别讲，首都在南京，可是他现在就在台北啊，不对啦，是在台北，不能写在南京，你就跟中国统一了，感情未过，咱的感情迄关未过。理性来讲，伊就是首都在南京。咱来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你首都在南京，你今仔去写那在台北啊？流亡啊！啊！你流亡来遮，你要流亡偌久啊？啊！咱大家客拢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我是台湾人啦、啊。你袂感觉价值冲突跟矛盾了吗？那问题在这里啊，
我们的情感过不了关。咱的情感是爱台湾的，疼台湾的，因为咱出世伫这个台湾的土地。但是呢，咱受的教育完全甲这个土地脱离啊。大家记讲哦，长江经过了哪几个省，经过哪几条线，然后产什么东西？我跟你讲，国中的历史、地理，我早就放弃啊。所以我连课无改好，不是头壳歹，是因为我根本感觉背遐拢无意义。来，把理性摕出来哦，卖用感觉的，卖讲你的朋友讲台湾民政府安怎，啊，你得相信台湾民政府安怎，是爱家己经过查证、纠正。台湾民政府真的假的？爱纠正，真的假的？家己爱判断，吼、哦。我拄来的时阵。我当作阮老爸，阮老爸先入来啦。我当作阮老爸去用诈骗集团骗伊，因为伊退休啊，钱我那有一寡，惊去用骗伊。我要来台湾民政府破解，结果我来遮了，头壳去用破解。这个暗号，这是美国的网站找到的资料，有这个暗号，吼、哦，叫一个暗号，085078。Case numbers， 即个啊，我去查的时阵吼，足济人独派嘛是抓起真济独派加入台湾民政府。哎、啊、呀，讲即、這个吼，即、哦、是 petition deny， 即 petition deny 呢，即个意思就是讲，伊直接网络上的翻译字典你甲拍落叫做驳回，伊就是驳回。但是呢，咱对英文的用语。在法律上面的用语，专业用语，我们根本就没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直接打下去，翻作中文叫做驳回，我们会误解说这个案件去用退回了。啊，至于这个案件如果用退回，叫你说，台湾民政府就刷去了，想到今年还可以让他去美国。这个顶来驳回，去年咱去告的这个律师，咱去请这单请的律师，咱伫这个桃园大饭店，伊来这演讲哦。但是呢，真侪台湾人呢，头壳已经思想已经弯翘去啊。伊讲这拢是恁台湾民政府请人来演戏的啦，这功夫搁请美国人来演戏啊。不相信吼，怀疑的人啊，永远都在怀疑。个神徛在伊面头前，伊嘛感觉讲迄是假的啦。吼、哦，这个律师，咱有动心就敢问啊，什么叫做 deny 啊？有一个英文叫做 reject， 就是回拒啦，回绝的意思啦。啊 ，deny 呢，英文翻出来嘛叫驳回啦。所以有一个东西就把这个律师问了 How to compare deny and reject? How is different? 他就把我们东西回了，他说两个不一样的意思啦。 deny 在这个案件上面的意思就是说，时间没刚好，资料可能没够充足，这个时机没法把这个案件做一个最终判断了，所以咱民政府才会改翻做搁置啦，搁置啦。啊，但是后来佫有对今年的第二个案件佫改佫过，就继续运作。所以我都过美国，过中华民国。这是咱的判决书。我拄来的时候，我嘛想讲，台湾民政府内底有英文歌手，啊，拍一篇出来，啊，印出来，甲我骗。我先假设安尼嘛，后壁有一本迄个台湾。最终地位的第三集，有咱所有的这些判决书，甲这些咱的各手的这些双方的辩论的这个文件，几本拢英文的。啊，内底第七八几页的时阵，才都写有这篇，讲咱台湾话的政治联合，就是伫这篇内底。
结果我用这关键字上网去找，佫真正佫有这个物件呢，这不是假的呢，是美国的网站可以下载得到的啦。咱有说办公室有真侪东西去美国有看过啊，毛翕相倒转来啊，咱彼此无熟悉嘛，对不对？啊，无熟悉，你若去，无熟悉，你若去美国，啊，去办公室。咱若彼此无熟悉啊，有人有时间去美国，啊去一个办公室，顶悬有民政府的机啊，啊翕一张相转来，啊咱彼此相片要怎啊？是毋是？咱彼此相片要怎啊？没有意义啊！这是咱申请这个基金会的这个文件，刊这么多的新闻。报纸、公告、消息，真济台湾人还阁唔知影。有诶听过，哦，对对对啊，你是台湾国诶啊。咱认知就是拢做片面化，啊无就是二元化。去美国开酒会，啊，这个国际诶，这个世纪酒店。会让我们放机了呢？诈骗集团搞那么大，搞跨国，来，我们去给天皇接收。有人说这个，你每年都会有一个日本游览团，所以去日本，都是这样。去天皇里面，我们拿这机了呢。有人说，我们台湾国没人去啊，有啦，拿两机去，拍一张照片，紧收起来。咱这是两三百几入面的，有人讲啊，这个观光地啊，你凊彩嘛拢会使客机啊入面，啊无吼，中国遐租团租两百个人，啊客廿两笔中国机甲入面看卖，看有可能发生无？靖国神社，他大秘书你有讲嘛？咱有森林39,100名。我无来民政府之前，我根本就唔知影这代志啊！啊，那39,100名，70年后，咱较知影讲，咱来去靖国神社内底去甲因慰灵。这靖国神社的用意就是讲吼，这等人是咱的祖先，咱的老爸老母，咱的阿公阿妈迄个时代，为了这土地战争死去流血，丧失因的性命，咱甲伊的名落伫这个靖国神社。提供予后代的子孙，以后会当知影讲，哦，你有一个祖先为着咱这个土地献出伊的性命，为着咱的自由，为着咱的国家的未来，咱来给伊孝念，这个用意啦。所以咱开始去慰灵祭啊，这不是黑白去的呢。清明扫墓，你敢去隔壁扫墓，扫隔壁的墓？袂吧？讲哎，隔壁那泰哥呢？我也想我扫扫的，无可能啊！啊，所以这慰灵祭是跟咱有关系，天皇嘛跟咱有关系，对，因为有诏书啦，跟咱有关系啊。新闻，这网络的新闻，司法官员来台湾演讲，去到国州演讲。这嘛有人讲啊，啊你台湾民政府啊功夫呢，拢请这个白头毛的美国人大哭大哭来演戏，有人安尼讲啊，啊那安尼讲，其实就足可怜的咧，足侪现象伊无法度去了解，无法度去判断，啊就用伊家己想的迄套来解释，这是伫这个。台北的国际会议厅，伊所讲的论述，甲咱的台湾新台湾论是同款的哦，是同款的哦。美国的国家俱乐部，咱去告美国进前，伊就发这个新闻告出来，哦，伊就发这个新闻告出来。
三月在美国，这个新闻呢，全世界英文语系的国家，很多人知道，哦，几千万人都知道，就是台湾人不知道，台湾人自己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有可怜吗？我们媒体封锁得很严重，我们很可怜的呢，这是美国呢，在美国开在我们胡林，如果说四百年好了，四百年来第一个本土台湾人站在国际的这个位置，为着本土台湾人的心事发声呢，本土台湾人不知道呢，还一大堆人在配想台湾民政府呢。所以你看我们的思想已经从改造到可能比努力较不如了，咱唔但是奴隶尔，咱那个是中华民国流氓政府难民的奴隶。这是同一个迄个律师嘛？啊，咱个去日本开这个记者会，好，咱来讲日俗哈。日俗吼，咱来讲日俗的时阵，当时啊，因为受到这个汉字的影响啊，那个日俗啊，所以日就是日本。因为咱过去对这个国家的体制，咱无啥了解，这制度啦，无解了解啦。咱先来看，我即摆一直咧讲历史吼，历史有足侪个角度来看吼。法律的身份的根源，来，咱先个看一下，对明治大正昭和平成这四个阶段，咱过去就是对明治开始，台湾对这个时间开始受到大日本帝国的管理。咱先看来看条约吼，条约的形态。条约就是两边的国家法人，最高国家法人对签，代表人对签，代签的大皇帝哦，代俄罗斯大俄国的大皇帝对签。啊，伊那对签，唔是皇帝甲皇帝行到来，行到来下面甲你对签，是伊受。伊派这个伊的这个大臣，两边的大臣授权对签，这叫做条约的形式。加马西，有无？大皇帝、大君主嘛？加大皇帝、大皇帝，啊加有伊藤博文加，这对签，这个授权的啦。啊，谁人爱签这個？签这的用意就是讲加啦。为订定合约，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纷纭之端。重要是这个啦，要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啦。以后哪会起火，啊，就条约啊摕出来看，啊，就知影讲，安尼袂唔免火，因为已经有签约啊。这是国际上诶国际法甲条约啊，哦，国际上诶这个条约，这叫做法治啊。哦，国际法、法治这个物件，下官是伫家啦。较早下官吼，伊简称这个赤马官呐，哦，赤马官简称马官呐。日本开始抵立台湾，日本开始抵立台湾的是1895年之后，这个时间点之后。啊，你啊看吼，大正十五，大正有十五当，就是1912年，啊，差不多甲中华民国。差不多时期啦，所以大正一年就是中华民国一年。咱即马爱转换倒转去，吼，唔通阁讲民国，唔通讲你几年级生，你要讲你1900多少年出生，吼，啊无你就讲你是大正几年，还是你是昭和几年，吼，莫阁讲民国，你讲民国，你在使用他的语言，在使用他的概念，你的思维就会跟着他走。我们思维要从这个体制中、这个文化中慢慢走回来，走出咱家己本身的一条路啊。钓鱼台什么人诶？什么人诶？日本，刚刚有，刚刚有其他答案，有人讲中国的哦，啊，有人讲台湾的哦。
啊，一块桌四个料啊，尔，做一人要钱，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哦。你若讲钓鱼台是日本的，有没有凭据？钓鱼台是日本的，有没有凭据？其实这是一连串的问题啦，哦，那卖用二分法说啊，是什么啊？就是什么，一加一等于二，结束了，对啊，就简单，免搞，一加一等于二。啊，囡仔甲你问讲，为什么等于二？啊，你就是安尼记得对啊啦，你问他做些创啥？钓鱼台是谁的？我们要从多重的角度来解释。中华民国八年，都得洪灾，可能是都得洪灾啦，哈，海难嘛，哈。遭风遇难啊，应该是洪灾。中华民国的人遭风遇难去哦，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的是钓鱼台啊。好，尖阁列岛这些人哦，给救起来。八年啊，这九年，隔当年一九一一，就是一九一一加九，一九二零，一九二零年的时阵。中华民国驻长崎领事这些人写感谢状，感谢日本帝国甲救开。啊，这个时阵，这个时间点，尖阁列岛是日本帝国的，对不对？没不对吧？啊，从这个时间点，中华民国八年，隔年哈，一九二零年，一九一九年。一直到今年2015年，两国有没有发生战争？有没有？日本跟中华民国有没有发生战争？没呢。啊，有没有日本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卖给中华民国？没有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啊，怎么会这个问题会那么大？这本来就是日本帝国的。咱再来看。天皇有所有土地、人民、领土等等一切，伊所拥有的资源、的所有权啊。天皇这个位置的人啊，所以咱买车、买厝，干嘛要税金？爱无？爱嘛？啊，天皇干嘛要税金？唔免纳税金的人，确实真正拥有所有权啦。咱拢是使用权尔啦，或者是持有权啦。我们持有而已啦，我们并不是所有，咱是持有。哎，当转换这个持有的东西的价值啊。啊，所以你卖厝有增值税嘛？是不是？有足侪条税金嘛？你爱有一个效纳税的是有效忠对象啊。所以罗马帝国它那么领土那么大，各个地方的城邦都要缴税给凯撒，所以它有效忠的对象，缴税的是有效忠的意义是在里面的。啊，天皇我们缴税啊，所以他才是所有权的最终极者。所以电视台属在宜兰厅，在日本帝国时代哦，属宜兰厅，啊宜兰厅属台北州，啊台北州属。台湾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属日本天皇，往上找的啦，哦，往上找的，啊，所以你讲属日本天皇代表日本啊，你嘛会使安尼讲啊，但是日本无代表天皇啊，因为有天皇实施透过诏书实施宪法，才有大日本帝国。因为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啦，啊，所以君主制宪制的国家的是啥？君主的诏书让宪法成效，产生了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叫做大日本帝国。所以君主制只要还存在，诏书的效力就存在，诏书的效力存在。宪法的效力就存在，宪法效力存在，原来那一个国家也就存在。但是现实面呢，好像不存在了。但是在法理的制度上，
是一个一个去追认的，那是有连带关系啊。咱来看哦，台前跟江河都要拄到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呢、啊，啊，都好咱拄到，不是好咱拄到，是好咱的，是大人、老爸、老母，好咱的阿公阿妈拄到。我的阿公就做过日本兵，哦，我的外公做过日本兵。咱来看祖国证明文件，护照，这护照是台清的护照。较早护照敢有相片？啊，无相片，请问过海关的时阵，伊是圆的啊、扁的、查甫啊、查某的，你敢知？变怎不认？你无法度认啊！所以呢，伊在写，伊在写伫遮。啊，你注意甲看吼，即、這个台清国的护照证明。日本国台湾，台湾属于日本国的啦，这叫做证明文件。伊太唔写台清台湾，因为早就挂予人啊。咱搁啊看吼，免啊看这個人，就爱用问的啊，所以爱写伫顶头啊。台清的文明较悬啊，日本帝国的文明水准较悬。对一个国家的迄个文明生活水准较悬，日本嘛，吼、哦，啊，咱来看，咱这拢历史文件，过海关的时阵吼，伊即顶啊爱写住址、写名、写一挂，你比如讲身材，中是几公斤？唔知啊，我也知啊，中，啊是讲中是五十公斤以上，哎。海关遐可能有一个磅啊，啊你徛起，哦，安尼叫做中，敢有可能？我唔知啊。面色白，这个白是抹粉的白，还是去惊一个着车惊的白？还是讲伊是白条的？啊，再佫有一个颜色光明，光明是无白来讲，还是青光眼？这内底。哦，叫职衔哦，还是啥？职啥物货？职衔嘛吼、哦，就是讲伊个头路就对啊。啊，这面色吼、哦，我阁有看过迄文件先原写紫色的哦。紫色的是安怎样？是你落车还是？啥啊紫色的？有人讲可能心脏无好，血路循环歹，所以紫色的。啊，有另外一种是讲。迄、那个胎记啊，有的人面胎记较大有无？规个面的迄个胎记较接近咧紫色的嘛，吼、哦。咱来看哦，大清过来，中华民国到中华民国，欸，这个麦克风给它小声一点，会有 echo。到中华民国，到相片，无相片呢？到中华民国吼。你来看，前往日本国台湾台北州七星郡北投庄75番地，日本国台湾呢？从那个时间点一直到现在，有没有发生战争造成割让？没有呢。所以中国一直在讲台湾是伊的，迄个那亲像有一个。小弟哥的查甫人看到路人的查囡仔，拢讲因某啦，同款意思啊。中国的之前的啦，那看到别人好的，哦，迄我的，像阮兜的三岁囡仔同款啦。所以这个国家的水准就是三岁囡仔的水准。看到物件啦，伊爱拢讲伊的，不分是非的说他的，啊，叫伊提出证明，啊，佫提袂出来。你来看，日本帝国的护照有相片，水准的程度就差在遮。相片一看，哦，你就知影你啥物人啊嘛，唔免揢帽仔伫遐穿啊嘛，对不对？你就看，哦，这个面，大概是安尼。
哦，啊，这个人要去倒位？去支那厦门了，支那厦门了。啊，这是倒位的？这是台北厅、大加那堡、大稻埕、大友街、高欢湖，这拢是咱过去咱的地号名，咱的行政的迄个规划的这个名称。咱来看，二次大战的时阵，二次大战的尾期，天皇落诏书，就是因为这张天皇救了咱本土台湾人，就是因为这张咱甲中国切断关系啊，永远拢无关系啊。好佳哉有天皇，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中华民国流氓政权来到咱家迄个时阵，伊是军政团，代表美国接受这个麦克阿瑟第一号命来台湾，是不是代理占领？但是迄个时阵，咱的一挂人背逆天皇去挖因啊，加入因的体制，一直到今仔日。是好佳哉，咱今仔日有找到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把我们救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台湾民政府我们才有立足之地，论述才有根基啊，就是因为这个啦。啊，这个是什么会？这个就是诏书同意哦，任命讲咱台湾朝鲜的主民，本来是主民啊，后来变臣民啊，会当参与帝国的议会甲议员，唔是干那落诏书尔，落诏书了搁爱压着，因为迄、那个大日本帝国宪法早就有啊，借着宪法来实施啊，所以宪法内底就有规定讲，哦，帝国的议会的议员安怎选哦，安怎产生哦，啊，咱就借着这个所谓的宪法来参与这个帝国议会啦。无论迄个时阵到底有真正有本土台湾人参加议会，还是加做议员无，遮的法律的文件拢会当。加做，予咱变做大日本帝国的臣民，的法律的身份啊，这叫做法律的文件啊。这个过去华盛顿军备限制会议，国际包括香林、佛摩萨、Pescadores， 就是澎湖啊，台湾甲澎湖属伫日本的。国际承认呢，不是讲哎，咱落一个诏书哦，啊，实施宪法，啊，就变做日本的。国际嘛，爱有承认啊，就是因为这张诏书，予咱变做合并的领土 ，incorporated 是这个法人组织啦，啊 ，in 就是合并，加是 in 就是入来组织，啊，是讲合并入来 ，incorporated territory 就是领土。对这个诏书开始，台湾这块土地对殖民地变作国土，所以咱已经无迄个受联合国托管啊，咱是殖民地，所以咱依照印度迄个路线去独立，咱无迄个路线。唯一的有迄个独立的路线，就是讲咱要求天皇伫宪法内底设一个法。叫做予咱会当独立的法，啊，咱经过自民的公投来独立，唯一有这条路线尔，啊，无啊。你有申请身份证无？有吼，申请身份证的时阵，较知影这张嘛，对不对？啊，无过去拢是咧印刷的，有无？电脑拍的，咱根本就唔知影这种物件。我嘛是申请身份证，我知影讲哦，原来哦，有啥物？阿公阿嬤有这个记录，你甲看叫种族服务无？啊，叫有这个蚕，你看蚕，白卡，吼、哦，不是甜卡、哦，是白卡、哦。你阿看，叫色无？色就是色款呐，就是咱呐，咱就是色款呐，服哦。符嘛是习惯啦，差伫倒位，符已经袂晓讲伊平埔话啊啦，伊干那会晓讲河洛话，你若讲客话，你就是戆啊。
你就是狂啊！啊，你这款就是会晓讲好乐话，也是讲客话，但是伊平埔话还阁会晓讲的啊，叫做这款啊。那是日本人来甲咱做户口调查，甲咱做人种调查，甲咱做分类的。所以福吼，不是福州人嘛，不是福建人，不是闽南人呐、啊。福是讲福州话的语群呐、啊，讲这个话的族群呐、啊，的人呐、啊，不是福州人呐、啊。你若讲讲迄个福建话，就是福州人；啊，讲英文，就是英国人，敢会使安尼讲？袂使嘛。啊，迄个时阵人类学吼，日本的人诶，人类学甲咱做调查就是安尼啊，福甲广啊。一大概分啦、啊，伊嘛唔知影你讲客话，够海陆诶，够四线诶，够少安诶，伊才知影讲有遐尼侪分别，就讲大概这个乡口诶。我是后来吼，我是高雄人啊，我后来来到北部，我知影讲哦，台语有遮侪口音哦，有鹿港腔，有宜兰腔，吼、哦，啊有迄、那个有海口腔。哦，你讲煮饭啊，煮饭，啊海口腔讲煮饭，啊你讲去台北啊，是去台北，有人讲去台北啊，哦，啊你是台北啊，是台北，哦，食饭啊，食饭，卤卵，嘿啊，我后来才知影讲哦，原来咱台湾这个咱讲河南话。有足侪无同款的口腔哦，啊无啥物绝对标准啦，啊唯一的绝对标准就是记录伫文献内底啦，文献安怎发音，啊你得安怎发音啦，迄叫做唯一的标准，啊无其实无标准啦，啊无阮阿公讲啥物音，我就对啥物音，我的孙仔嘛拢对啥物音落去啊，对不对？所以阿公若讲歪去，规个囝孙仔孙孙规代拢讲歪去啊，啊因就变作一个新的口音嘛，啊无迄个对甲唔对的啦，吼、哦。咱过来看听呢。清是袂清兵啊，唔是啊，这是大清过来啊，大清过来落户户籍的啊，所以伊是满洲人啊，满清人啊。你看叫汉人，大清国过来，伊无一定是满洲人啊，伊汉族的啊，这嘛有一个色。所以讲，咱伫讲本土台湾人的定义是伫法律顶面，你若是伫1945年的9月7日进前。你的祖先伫只有落户籍，是属于日本籍的，诶，台湾人以及这阵人的后代，咱叫做本土台湾人啊。咱的定义是定义者，所以我拄仔咧讲，讲咱来甲理性提出来，咱毋是用感情的，讲我画我台湾人就是画台湾人，毋是。咱咧讲的是有一个定义的时间点，有一个文件的记录，这两个条件符合，你就是本土的台湾人。除了这以外的人。你嘛会使办身份证。今仔日咱所拄到的问题就是讲，你会使办身份证。你若认同，你若认同你真做本土台湾人，你就会使办身份证。哦，所以有足侪人办哦，有足侪人唔是伊无一定是有遮个物件，但是伊嘛是愿意办身份证。来，咱来看祖国的建设哦。这个麦克风稍微大声一点吗？好，可以。大政跟昭和是台湾对这个，咱讲部落式的国家，部落式的国家就是什么会？你敢知？就是地方角头啦，地方角头一种叫做部落式的国家啦，吼、哦，就是较早吼，你去争跟我去争吼，车拼，弄个。找顶头出来吃饼，迄种叫做部落式啊。阮一族一族啊，阮陈姓，你林姓，啊你王姓，啊相拍啊，拢叫规定的安尼叫做部落式的国家啦，没有法治啦。啊，大政甲昭和期间，甲咱整个文明提升啊。所以你也看哦，平权运动、女权的平权运动，在大政四年的时候，就有解缠族会呢。解缠族是啥物会？解缠族就是迄个时阵，大清甲咱市民吼，白卡对不对？啊，甲这个风俗给套开，给解放啊，解放要创啥？女性就可以踏入社会啊，生产啊，女性踏入社会生产，
经济就可以上升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的一个记录啊。过去咱的车站、咱的建筑，不是日本式的，就是欧洲式的。你来看车站，日本神社，过去台湾有几啊百个日本神社哦，但中华民国来全部拆了了，有啦，阁有剩几座啊。你看这欧洲式的啊，欧洲式的有啊。过去移款，大家敢知影？谁人爱设移款？为什么要有圆环？移款是咧解决交通，十二路是两条路，但是你有第三条路走出来时阵，有岔路，有岔路，还是讲六岔路？迄个时阵，你就需要设移款来解决车辆转环、转出、转路、转出的问题。啊，无呐，靠迄个红绿灯吼，你若看有岔路的吼，拢爱单作故。啊，圆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移款呢，通常拢会，那迄个时阵吼，你去这个移款吼，拢会做景点，所以会做迄个喷水池。啊，无就设这个标，这个啥铜像。啊，这铜像不是黑白设的哦，铜像就是讲吼，某位人对这个土地建设值得人尊敬纪念。啊，就改设像，吼、哦、啊，所以家己喷水池啊，家己喷水鸡巴饭无？人拢想讲喷水鸡巴饭，我较早想讲家己喷水鸡巴饭是迄个鸡巴加落会喷水，所以做好食吗？哦，我一直唔知啊，啊，我同学是家己讲，因为遐有一个喷水池啦。啊，迄、那个喷水池是日本时代迄个时阵就起啊，啊，因为迄个鸡巴饭伫遐卖足久，所以用喷水池做伊个店名安尼啦，哦。啊，这有本土化哦，咱讲本土化哦。台湾的路名上界多的是啥物货？中山嘛，爱甲咱啥物关系？无关系，拢威权时代直接甲恁撸落去个啦。迄叫做阿爸，拢甲恁撸落去啊。照你讲啦吼，咱讲所谓的地方化是在地化。台湾的银行就爱叫做台湾银行嘛，对不对？啊，新竹的银行叫做新竹什么银行嘛，就叫做在地化嘛。所以我感觉啦吼，未来若要改变啦，中正路、中山路第一条爱改的是啥物货？你迄个所在若叫做新竹，啊，你一条上界大条的中正路还是中山路，你就叫做新竹路。我人到遐，我就知影我伫新竹啊，我绝对袂讲唔知影我伫倒位，对不对？啊，迄个所在若是庄，哦，比如讲啥物大稻埕庄，还是大稻埕啥物货，啊，你就叫大稻埕路。在地化是最好的啦。安尼上好认的啦，啊无中和永和路、永和中和路、永和永和路、中和中和路，你才知影你是哪一条路，对不对？台北都有这个问题嘛。咱的阿公阿嬷的时代、阿祖的时代，都有博览会啊，文明啊，这叫做文明啊，都有博览会啊呢，咱拢唔知影呢。你也看这个时阵的建筑，这阵的海报设计，这时阵。这种人起来现代还是很前卫啦，对不对？咱唔知影讲咱阿公阿嬷迄个时代经过一个辉煌的时代啊，咱拢皆是啊，无鞋啊、糖啊、穿啦，无物件糖啊、食啊，拢食韩式烤啊，有无？咱的记忆个形式安尼，对不对？其实唔是呢，唔是呢，是四万换一块换了，总变安尼呢。伫战争根本就毋是安尼，你若无物件通好食，你通开力去战争。所以大战甲交合的时间是甲台湾的文明甲物资规个大量生产，
产生足够的国力，才有办法参与世界大战呢。所以咱阿公阿嬷的时代其实是做公民的时代呢。是这七十年，咱的子孙吼，咱讲足衰啦，衰七十当啊，用红糟蹋啊，红洗脑七十当啊，洗绝了变中国人的奴隶啊。你甲看，有无？死政40年，这有水无？新竹车站的巴洛克式建筑呢？这种物件，中华民国来无拆的，差不多这些，因为这欧美的这拢起了介水，所以因入来住，因流氓难民来住，哦 ，high class 的，拢住这個，啊，日本式的吼，拢拆掉，叫高雄来有无？敢有？高雄啊，乡亲啊，我嘛是高雄啊。我等我讲我高雄人的时阵，就用感情啊，好不好？是我讲我高雄人的时阵，咱的距离就拉近了。这种就是感情式的台的高雄人。但是我今麦唔是要讲这個，我要讲的，日本时代的车头大部分是插着的，对不对？啊，那超过50-60吨，就差不多变古迹啊哦。啊，高雄人你应该会记哩，工山车头换过新的车头的时阵。旧的车头底下咧争讲要留落来，无留落来时，雄雄的失火自焚，对不对？工山车头就烧起啊，木构造的都会烧掉呢。最近基山的迄个武德殿啊，迄顶块嘛个木构造的啊，迄嘛是雄雄的烧起啊。诶，最近佮改复建呢，改复原呢。那是日本时代木构造的物件啊。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拢会自焚呐，足奇怪。来，咱来看过去有台湾银行诶，台湾银行将咱有钱诶，咱有印钱诶。过去有大乐透呢，彩票呢。你想讲咱阿公阿嬷的时代，那是真正善家。车价都无搞到，通拍看的迄种时代，敢有钱通去买大乐透？可能讲有啦，有迄角度，无拨都袂使，一定会扛钱去买。但是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那个时代的平均的所得提高到可以玩这种东西。咱过来看，迄个时阵有证券的。那阿公阿嬷的时代有证券呢，有股票呢，所以咱慢看讲，中华民国讲哦，伊个什么经济起飞啦，迄个时阵十大建设啊，等等，迄种骗人的呢。迄是啥物原因？迄是本来你就有一个经济规模的水，啊，因为迄个时阵台票，啊，台票通货膨胀，伊夹收啦。接收就是伊来遮占领，伊甲遮所有日产拢接收嘛，啊变卖，啊去资助因的中国，资助因中国的内战，啊资助呢，资助完之后呢，通货膨胀导致膨胀到40000换一块，换什么？40000的旧台币换一块的新台币啦，啊所以家己所有的经济拢。毁掉伊，啊，搁顶来，当然嘛，经济起飞，是不是？我拢甲在座所有的人的财产拢啊出来啦，啊，恁就变零啊嘛，啊，我开始玩一个制度游戏，哎，你若做苦工，你若做啥物货，啊，分薪水，啊，愿意做较侪，分较侪，啊，恁就经济起飞啊，这叫做经济起飞啊，咱拢是安尼比剥下来啦，啊，40000多块。我这年纪是无拄到，但是我问阮阿妈，阮阿妈88岁，阮阿妈迄个时阵嫁阮阿公，伊讲吼，因结婚前40000，结婚后1元，安怎发生诶？因为阮阿公迄个时阵日本时代做兵，啊伊做善诶，因为伊是高二啊，伊做善诶无钱，但是呢。因为做日本的海军，但是呢，因为有咧招考这个师范学院的先生，伊去考试做迄个老师，哦，做迄个教育就是教课的老师，伫日本时代伊做老师哦。迄个时阵呢，
一个月的薪水二十块啊！啊，迄个时阵，伊讲一架残，一架残100块，哦，100块。啊，伫迄个时阵呢，要娶阮阿妈，啊，但是无钱，啊，伊还硬借。迄个时阵已经通货膨胀啊，所以伊硬借100万。但是阮阿妈的老爸，就是阮阿公的丈人，知影伊做善，佮借钱来娶某，所以伊就佮加款20万倒塔等于讲，啊，你若过的时阵吼，爱加这个100万还等去，啊，佮倒塔二十万，所以伊就阮阿妈嫁阮阿公的时阵，就120万倒等来。但是四迄结婚了，四拄着40000换1块，伊100万呢？再换20块，对不对？吼、哦，100万再换20块，25块啊！哦，咧25块。啊，迄个时阵，阮阿妈讲出阮阿妈因家的一句俗语啦。阮阿妈因家一句俗语，伊讲哦，迄、那个骗金的，骗金的唔得。吼、哦，骗金礼就是迄个骗金的钱啊！骗金礼唔值媒人衫，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结婚了爱答谢媒人嘛，啊已经40000换1块啊，啊你100万换25块，结果做一次媒人衫27块，是安尼啊？啊，所以呢，我阿公伊就拄着40000换1块，伊讲迄个时阵足严重诶，一栋楼啊厝换一碗米。啊、所以你迄阵全部的台湾人的资产拢去互伊剥掉伊啊啦，拢去互伊剥掉。啊，是安怎伊当剥掉？伊加清啊，伊是加清的呢。啊，咱若反对伊，就断掉。啊，若顺这个势，你就变中国人，无法度选择啊，咱无法度选择啊。接续咱来看一寡。祖国的情感的记忆，哈、哦，这个1988年有一出影片叫做《龙猫》，有看过野手吗？好呵，有看过哈、哦。这影片内底吼，我囡仔最爱看，差不多看50几摆啊，嘛是要搁最爱看。这就是龙猫了哈。龙猫内底，这拢是龙猫影片内底截取的画面了哈、哦。这人穿什么衫？和服吗？你有穿过和服？敢有？有。什么时阵穿的？23岁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哦，结婚的时候拍婚纱的时候，穿和服较水呢。敢有人穿过？敢有其他人穿过？敢有？无穿过。我穿过呢。我小时候穿过。这个我做囡仔的时阵，有无？有吼，有穿过牙签，你细汉有穿过牙签，你看，我们有共同的记忆呢。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这张是我本人啦，吼、哦，我本人啦。啊，我嘛唔知啊，是讲我迄时阵是安怎穿这個，我来问我，我阿妈甲我穿的，啊，这你阿哥唔是替我做的呢？第一个结拜兄、结拜姊啊，一直团到我出事，啊，都得我穿安尼。啊，穿这讲较少啊，哦，讲较少啊。啊，谁来穿这個？因为阿公阿妈伊就是受日本教育的啊，日本文化影响的啊。日本文化是较好的文化，当然今仔日70年后，阁予台湾人一摆机会。有较好的文化，甲较歹的文化，你要选对一种。有较好的路线，会当予国家、予台湾社会提升。有较歹的路线，予咱沉沦，啊，要选对一个。台湾人爱提出家己的智慧来选啊。70年来，咱有拄到一摆机会，咱要安怎选？咱来觉醒起来啊！咱来精神起来啊！咱看我都选啊，来。有看过这卡无？是威哦，有用过吗？有用过啊？哎、欸，
啊，这个影片里面有这个东西耶，竟然有我们的记忆，你知道吗？跟我们记忆是相连的啊。有无？他在用锅渣凿啊，这态度是后来个打起来的啦。哦，啊，这是后来这种阿鲁米的啦。有看过这支无？你感觉这支是啥物货？碰布啦哈，但是你爱注意看哦，这个物件下骹拢有一个这无？这古井呢？较早的井是无盖盖，啊，一个桶仔流落，把水流起来。但是有这个物件，表示有空气压力的原理，可以让把水收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文明的象征呢。你知影？日本人来之前无这個，这个伫倒位？你看，下骹嘛一个镇有无？这是苗栗的客家大院遐，伫山顶哦。这伫山顶哦，哦，苗栗的客家大院山上还有水啊。迄只张就是讲够有水啊。有看过这卡无？有看过哈？也够有哈？这个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哦，就是这样。有看过这卡无？较早计装拢爱加这无？哦，五斗柜啊，拢烫死对不对？啥物插着诶？伊拢几多一扇诶？日本的靖国神社的茶都以来，我们是血脉相连的。我们有共同的记忆啊！他在肯纳烫手电管的肯纳，是不是做安呢？做水有无？啊，今麦拢塑胶，下个就破去啊！哦，这拢重的啊，作用的啊，对不对？两千年的时阵，两千年的时阵对，两千年的时阵，戈壁大桥是不是崩去？啊，边啊，日本时代的条啊，搁伫咧。戈壁大桥迄个时阵，十九栋啊，二十栋尔，放弃哦。啊，日本时代起甲迄个时阵的迄个条啊，还搁伫咧。啊，你看钢，吼、哦，迄钢伫倒，插伫倒位。有挂过网打无？有啊，有挂过网打举手。你也看。哎，一个影片，一个卡通的影片，竟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耶！我嘛挂过网打，我细汉做特亚挂网打，做特亚挂网打，因为网打足大呢啊，哦啊足悬啊足歹挂啊，啊咱拢困即个眠床对不对？是不是？困通铺这种的嘛，咱就是困这嘛，对不对？中铺嘛，啊困柴的嘛，啊若讲较好的困榻榻米嘛。啊，我阿嬷就睏榻榻米的，啊，我最爱甲我阿嬷睏榻榻米的，因为较软啊，睏茶足硬的啊，啊，睏茶就是安尼啊，有无？睏茶足硬的，啊，我甲我阿嬷睏榻榻米，我阿嬷足无爱我甲伊睏，因为我爱踹脚，啊，踹脚榻榻米都爱起去曝日，哦，啊，佮有共榻榻米嘛，较早，哦，倒退路，有无？布条啊。哦，这个是卡通影片的画面呢。啊，台湾也有现实的画面了。有看过这个车无？这种车，这卡通影片的画面呢？啊，我们现实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有看过这个人无？这只在记忆当中哦。哦，有看过无？这个人有什么作用？有什么作用？收票，收票，开门，无啦，开门拢咧，估计自己，啊，就开啊。古早无，哦，对啦，古早无，伊这个较早的啦，嘿。这个人重要的是，较毋是开车门啦，较重要的是拆票啦，因为吼，小站无咧卖票啦，拢插一支牌仔有无？整卡拢插一支牌仔尔，啊，你来伫个牌仔等嘛。啊！你要到另外一个站，迄、那个车长伊就来看啊！你要到倒位，位对到倒位，所以伊的位置的道边有一张表无？
啊，就讲堆到堆，偌侪钱开票，现场贴票给你啦。这是用意是安尼啦。啊，这个人即马被一个东西取代，迄、那个悠游卡一台有无？就是迄台 B A 无？迄台啦，就是被那个取代了啦。哦，啊，所以你爱看哦，伫迄个时代，一台公车有两个公职人员哦，对不对？有两个那个工作的缺额。较早，囡仔胖去，是咪规张头拢出来吹，对不对？啊，即马隔壁囡仔死去，无人知影。这台车有看过无？唔通讲孔明车，哦，迄中国的思想哦，啥物人去看到孔明骑这台车？依然就在放天顶，你讲天顶是飞去天呢的顶，安尼我讲天顶安尼合理。那你讲孔明顶，什么人去看的孔明放这个顶？哦，这个车叫做 T 背，啊，个有叫做啥？卡达车，个有啥 ？Stacia， 刚个有主轮车、主专车，哦，做这种啦哈。卡达车是咧形容伊用卡达，吼、哦，就是安尼嘛。这种叫做母车，母车卡用会使载重，因为伊吼叫一个三角架。啊，那文车咧就无中一支啊、哦，所以母车用下诶下过。较早敢有囡仔车？无呢？你安怎学卡达车诶？安怎学卡达车诶？你是不是安尼二卡车的？对不对？是安尼二卡车的，像我看，对啦。我嘛是安尼二呀，因为较早无囡仔的卡达车，无迄个辅助轮啦，无迄种物件啦。啊，伊若小个较悬的，卡两个过，你就搭来就去啊，对不对？坐袂起哩嘛，你坐袂起哩，但是你会直接搭来安尼嘛。啊，袂晓动个，跳落来用卡动啊，是不是？祖国的记忆，一个1988年，日本龙猫托托龙宫崎骏，他的记忆里面所产生出来演出的这一个龙猫的电影，竟然有我们本土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咱就是同一国的人啦、啊，咱本来就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不得已，啊，就战败啊！足侪因素的关系，互咱甲即个美国断在去啊，切割开去啊！啊，断在不要紧，佫袂大汉呢，佫接在接落中国，接落了开始吸收即个中国的文化啦，即个语言啦。照你讲，因流氓政权来，应该学咱的语言呢，但是因无。伊叫咱袂使讲咱的古言。最近台北讲台北市议员啊，啥物人讲吼、哦，推行母语运动会伤害感民族情感。哎、欸，讲变了吧？是消灭母语会伤害民族情感吧？哎，都讲得变了，因为最近咧微调课纲的问题，大家吵架嘛。哎、啊，因咧不是微调课纲俩，因咧是。粗条、硬条，也硬条课纲，迄毋是微条，迄硬条，因就是甲中国大中国意识的历史观直接下落即个课本内底，啊，要爱咱的后一代拢接受这啊。好佳哉，即卖有网络，咱即卖少年拢知影找网络的资料，有多重比对，你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叫做大中国史观。咱来讲。赞啊！日俗公料啊、哦，它多东西日俗，包含祖国的情感记忆。我们跟我们的祖国是有渊源关系的，是有脉络可循的，是有法源依据的。那来讲美战，美战的根据，23条啦，底加下掉。
哦，加 USA 哦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就是主要占领权，主要占领国的美利国，美利坚的中国，简称美国。这是日本啊，美占的单位。那来看这张安排，叫一个 USMG， 这嘛是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 B 款。有人讲美国军事政府不存在啊，已经不存在了。您感觉有存在吗？敢有存在？美国军事政府我没有看到啊。有人没看到啊，说不存在呢啊，没有看到美军就不存在，没有看到的就不存在吗？我告诉你，朋友小姐啦，如果没有看到就不存在啊，我告诉你，有看到你阿祖吗？阿祖不没有看到不存在，所以你阿公不存在，阿公不存在，你爸爸也不存在啊，你爸爸不存在，你也不存在啊，我看到你是鬼吗？哦，别人就跟我争到阿妈棍紧粗，啊，到尾也做神的啊。美国军事政府叫我下了第四 B 啦，因为伊从现在代阵签和平条约的时阵，军事占领，啊，第四 B 来底下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加他军事政府对日本与日本国民财产处分的有效性。只不过咱这个除了日本国迄大七。咱即马讲所谓的内地啦，日本内地迄几个范围啊，其他的大日本帝国的领土，还佫美军占领。其实实际上要讲起来，讲法律来讲，即马日本还就美军的占领中啦。日本还毋是一个正常、完整主权的国家啦。所以即马咧修改宪法嘛，啊无后讲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因为军队暂时袂当出兵的。每当主动使用武力嘛，是一种主权哦。所以日本还阁毋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哦。美占的相关文件，照一个下，他都有讲哦 ，incorporated territory， 就是讲合并领土。啊，再来 unincorporated territory， 就是非合并领土啦，哦，没有未合并的领土。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讲未合并领土是属于这个美军政府管辖之下的，这是一份文件，伊内底有提到台湾的问题啦。但是台湾阁毋是美国的未合并领土哦，台湾是美国的军事政府的海外占领地哦，占领地哦。李登辉阿辉伯嘛讲台湾阁是人的占领地啊。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下，台湾绝对是安全的。美国第七舰队为什么要保护台湾？为什么要保护台湾？伊他们去保护北京，还是讲去保护上海？为什么要保护台湾？有关系啊，我们就是有关系嘛。我们是占领地啊，当然要保护台湾啊。他占领的范围，当然要保护这里啊。中国知道美军占领哦，这个1958年叫下台湾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武力侵占的意思就是军事占领中啦。但是呢，中国知影，美国知影，外国拢知影，世界拢知影，啊，但台湾人唔知影，啊，台湾人唔知影，去摕文件看，互伊证明，甲伊互伊看，现场互伊看，相片互伊看，台湾人还佫唔相信。三好加一好，美占的现象，你也看，飞行机落来，落台湾，你注意甲看，这种新闻开始要解读啊吼。这种新闻你也会晓看哦，这种新闻你也感觉足奇怪，但是这种新闻证明一件代志，美军的军机随时拢会当落来台湾，无需要经过其他人的同意。你注意甲看这个新闻。这新闻吼，那军机落来一定有这种现象，这种相片，军机还有一个流亡政府机，表示伊即马代理占领、代理管理咱，一定有这种现象。军机有这支机啊，啊，这种新闻你爱看，爱要解读啦吼，解读来。美国的军机就没有美、台、日出现三个地点，再来，美军机抵台救病患。
救济病患是啥物人？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啊，你袂感觉足奇怪啊？一个美国籍的妇人人伫台湾早产，爱美国开一架军机遐尼大架来，甲一个人载去日本就医，台湾的妇产科是拢得了的啊？是安怎爱安尼做？这个物件吼，就是新闻内底伊咧操作的啦，伊在模糊咱的视野，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没有相关啊，然后你也觉得莫名其妙，非常的冲突。这个代志，刚刚有一件熟悉，其他咱无法度去确认。有一件熟悉就是美军机抵台，后边在家己编，美军机可以抵台啦，这件事情的敏感度大于美籍妇人早产了。但是台湾，前澳门台湾人即马较爱看美，那个美籍妇人早产赴日啊，哎，太奇奇怪，这喊嘛，啊，伊袂敢讲美军机来台湾是很敏感的这件事情啊。美军机抵台，赶快 AIT 招出来恭维。军机国旗有无？这种现象，这种画面你常常会看到，但是咱袂感觉。我们看一下影片九。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嗯、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嗯，哦，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哎，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放了一年多、哦，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三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三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军机在中心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嗯，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嗯，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嗯，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嗯。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呵，咱看到这哈，这影片充分显示一件代志：美国的军机、军事武力的军机，伊要落来台湾，都会使落来台湾，唔免经过国防部的同意，因为伊才是头家。第二，台湾他带迄个 F-18 的迄个新闻画面是迄个 AIT 的处长出来讲话嘛，台湾。F-18 那个事情是最近发生的，但是这个影片是两年前的，所以充分显示台湾的清泉岗机场和台南机场受美军控制掉的，受美军控制掉的，这就能证明美国军事政府要再占领台湾中，只是台湾人民不愿去面对这个现实，这个事实啦。所以今天去跟大家讲的这些东西，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台湾的地位，现在
正在提升，正在转变，希望大家赶紧参与，唤起咱亲人朋友来加入台湾民政府，做伙行这条法律的路，帮助咱台湾会当有一天，即国际地位正常化。演讲到这，多谢。